今天我生病了，我跟爸爸说，我不要去上学，因为我不舒服。爸爸问我，你的头疼不疼？我说我的头疼。爸爸带我去看医生，在车里面，我说我的头疼，我的肚子也疼。爸爸跟我说，你也有发烧。医生说你好，爸爸也说你好。医生问我，你的头疼不疼？我说我的头疼和肚子疼。医生给我量体温，他说我发烧了。我说我的爸爸告诉我了，他开了一个药给我饭后吃。爸爸问我，明天你可不可以去上学？我说我不可以去上学。爸爸说好。我说爸爸不靠近我，因为我有发烧。爸爸说好，你应该睡觉。我说好。爸爸，我爱你。爸爸也说我爱你。Thank you for reading this book. Please comment below. JK, tell them for this book.